我上小学的时候，课表上写了，上午、下午一节课40分钟。突然就想，一棵树的时间是啥子？树从出生到死亡，永远都站在同一个地方，一动也不动。从祖先开始，我们的族人世世代代都遵照每个人生下来都要找到一棵自己的树。人在树在，人是砍树的风俗。爸爸问我，如果自己上山，找不找得到我们的树？我抬头仔细看了一下，说，我能。